国语有声善书。圣天堂善书，西方极乐世界游记，主著仙佛为济公活佛，福鸾为通天天比蔡生。济公活佛降，诗曰：行道修持贵有恒，同甘共苦心田耕，外慈内德两齐尽，联邦圣域不上来。圣世哈哈，诸生久违了，眼看今日堂中又多了一张大黑板，想必是讲道之用，老衲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因为圣天诸生毕竟是一心一意往上精进，这种努力不懈的精神才是修道者的本分。本堂准备了一张大黑板，是请恩师上台讲道用的。贤徒，想不到你也会派公差，难道这种讲道的工作也要老衲代劳吗？不是的，因为许多人都喜欢听恩师讲道，所以余徒只好请示您了。其实贤徒，你应该训练自己，像这种工作还是由你来承担比较恰当。我能吗？如果你不去做，永远就不能，如果你用心去做，就能成功。既然恩师这么说，余徒就试试看了。好了，今天就提早出发吧。余徒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今天风雨欲来的样子，老衲眼看世人皆躲在家中看电视，唯有圣天诸生围住沙盘看鸾字，真有意思。哈哈，他们看电视传真，我们是看圣灵传真，他们看得津津有味，我们看得法喜充满。今天为了让你了解西方极乐世界与红尘苦海有多远，所以在云游上拖延了一段时间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方才弟子看到欲界的世界以及色界的世界，现在一眼望去又无形无色的世界，真是太奇妙了。等一下就可以看到极乐世界了。想不到极乐世是超出三界的世外桃源，真是别有洞天呀。贤徒，别有洞天不可比喻于极乐世界。的确也是，极乐世界实在太广阔了，不像凡间的居住环境那么狭窄，生活又那么紧张。前面已来了清净菩萨，蔡生快向菩萨叩安。弟子顶礼参见菩萨，请菩萨多与开示指导。贤生免礼，今日贵堂奉旨著作此书，乃是西方世界众菩萨所期望之大事，尤其今日无不远千里来此迎接，乃是受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谕令而来。原来如此，真是太感谢了，但是今日由鸾堂来弘扬佛法，真是奇事罕有，不是吗？贤生，难道你亦有门户之见吗？没有没有，值此本游记的著作，真是一大奇迹与突破性。贤生此言对矣，今日佛法借众鸾门宣扬，乃是不得已之举，因为大慈大悲阿弥陀佛眼见末法时期之众生灵根日昧，又看到鸾门普化有特殊的力量，所以才想到选一鸾堂著作此本游记，发扬净土法门。恰巧贤生你与我佛有缘，又看你有一片至诚的度世宏愿，所以才有今日著书之因缘。哦，真是幸运极了。现在已到了，我们就在树下乘凉吧。来到这个地方，远离了尘嚣的纷扰，一片庄严光明，弟子不知如何形容，只有以叹为观止四字作为世人的见证。请问菩萨，极乐世界有那么多菩萨，是怎么修成的？有心则成，有智则成，有信则成，这就是成就菩萨的原因。前面水鸟唱出优雅的法音，使我顿觉身心清安，法喜充满，真是太妙了。这些水鸟并不是罪报化生之鸟，乃是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愿力所成之鸟，其目的言是让法音宣流。真是太妙了，请问菩萨，这些树木就像长春树一样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些树木也是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愿力所成，因此四季不凋，常年清源，而且这些树木一旦受到微风吹动，就会产生微妙的法音。哦，我已感觉到了那种法音，听了之后让人清静，有洗涤烦恼的功能，更使我有念佛的念头。哈哈，所以只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，他们一听到这些法音，自然而然就会念佛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这些道路都是金黄色而整齐划一，比人间的地板瓷砖庄严多了。那当然，这地面皆以金沙布地，亦是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愿力所成的理想世界，所以世人如果想要黄金，不如念佛往生西方，就有看不完的黄金。哈哈，富贵人家将黄金当成装饰品，想不到在极乐世界，黄金只是足下之物，到处皆是，相差真是天渊之别啊。哈哈，贤生真会比喻呀。哪里哪里，菩萨过奖了。又请问菩萨，这里既然已经超出三界，为什么还有形象呢？这就是大慈大悲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所促成，你看这里的菩萨之多，真是难以计量，怎会是三界以内？
既然是超出三界，但是凡夫业障深重，怎么能够往生？这就是大慈大悲阿弥陀佛的大愿力。需要知道，众生就好像双手攀附在悬崖，急需救援。修持其他法门，就好像心想往上爬，但是如果力不从心，就要落入深坑了。可是修持念佛法门的人就不同了，他呼叫岸上的人帮忙拉他一把，最后得救了。所以前者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往上爬，力量比较薄弱，后者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及他人的力量，总是比较容易得救，所以相差就在于此。这么说来，只要一心念佛，就能得到佛菩萨的摄受接引了。那当然，正所谓千修千人去，万修万人去，这真是天大的福音呀。那我也要念佛了。贤生是否临时想到什么问题？凡间真是苦海呀，种种生活的压力实在太大了。譬如说，升学就是一道窄门，所以就是想读书也很困难。找职业也是一道窄门，竞争激烈，比来比去，只有念佛法门最容易修持，门路最大了。这难道不是一大福音吗？希望你能将此福音告诉世人。哦，这要广大的善心人士来配合才可以。那当然，但是我相信世人一旦看此书之后会踊跃注印的。希望如此，更希望凡是注印极乐世界游记的人都能得到佛菩萨的加倍。那是一定的。今日时候不早，我想注书就至此为止吧，快向菩萨叩别。弟子在此叩别菩萨，感谢菩萨的开示。贤生免礼，后会有期。徒儿坐稳莲台，准备回堂吧。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城吧。圣天堂已到，再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无极直辖全真堂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详阅。观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